你知道我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吗？你确定你可以给我？如果我可以办到的话。你想安慰人是不是？那我就这样子吗？我一个受伤的男人。听你开心说着你的事情。怕了吗？怕了就给我走。我不走，如果这是你要的。不怕是不是？还不走？不需要你的怜悯和同情啊！我这一次绝对不会停下来。对不起，胡三宝，现在的孙无敌已经不是无人可敌了。